第63届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举行盛大开幕，各县市参赛队伍热情对话揭开序幕。欢迎基隆市！暌违35年，再度落脚基隆，以海洋永续以及科技创新为主题，设计了54个闯关摊位以及4个主题馆。我们是民传国中，希望我们今年可以抱回冠军。希望我们今年可以一起抱回特邀。啊，今天非常荣幸看到我们国中国小的科学展在基隆能够举办，现在有全国很多优秀的孩子，包括教育部的次长等等，大家今天都与会。我想今年能够来承办这样子的一个盛会，感觉非常的开心荣幸，也希望基隆能够举办更多这一类此类的会议。开幕典礼同时举行优良指导教师颁奖，其中八斗国校陈深禄老师更荣获10年优良指导教师的肯定。陈深禄老师，为期7天的科展，让全国中小学新星在科学舞台上全力挥洒。科学教育活动包含与大师有约座谈、科学博览会、指导教师交流工作坊、科学之旅及科展之夜等。欢迎全国热爱科学的大小朋友与亲子参与这一场大型的科学盛宴。记者蔡小军，基隆报道。